中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五个人。第五名，诸葛亮。小说中的诸葛亮虽然聪慧，但远没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不过他匡扶蜀汉，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。第四名，范蠡。被尊为商圣的范蠡，出身寒门却博闻强志，他帮助越王勾践振兴越国，功成名就之后他急流勇退，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大商人。第三，姜子牙。作为西周的开国功臣，儒道法被尊为百家宗师，他的大智慧几乎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。第二，周公。周公姓姬名旦，是周文王的第四子，他两次辅佐武王伐纣，并确立了宗法制、分封制和井田制，我们常说的周公解梦就源自于他。第一，鬼谷子。生活在战国初年，他既有政治的六韬三略，又擅长纵横之术，更兼有阴阳家的衣钵和预言家的神算，是一位真正的全才。